大家好，我是插花班的负责人邓一爱。学插花是非常的好，因为你可以亲手插一盆花供养给佛菩萨。你的朋友生日要送什么呢？你也可以自己包一个手花送给你的朋友。放假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来学插花。想要报名插花班吗？请扫描 QR code。欢迎你们来参加插花班。